美国同意向巴基斯坦 F-16 战斗机提供保障升级服务，最不满的就是印度。而事实上，目前印度空军在整体作战能力上对巴方仍有一定优势。那么，印度到底在怕什么呢？陈老师，印度对于美国这次升级巴基斯坦 F-16 战机机队是非常不满意的，特别的在意。之所以这样，大概有两个技术问题。第一个技术问题是印度对于 F-16 战机的作战性能还是有所忌惮的。 F-16 进入到巴基斯坦空军已经不少年头了，那么在这些年里，印度空军实际上在 F-16 面前的话多少是吃了一些亏的。那么现在这个 F-16 如果由美方升级的话，那么从客观的空战性能来说的话，巴基斯坦就拥有了与印度先进战机相抗衡的技术手段。第二个技术方面原因，目前咱们中国已经向巴基斯坦出口了歼10 CP 型战斗机，它的作战性能与 F-16V 型这种最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，甚至与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技术水平不相上下。那么巴基斯坦在升级了 F-16 之后的话，实际上就同时拥有了美制和咱们中国的两套作战体系。这个对于印度空军来说的话，它的飞行员要适应两种完全不同的空战性能的战机，这又是一个技术的难题。